欢迎来到 TVBS 新闻网，直播随时点，随时看，随时互动。好，我们谢谢台北的张小姐，的确，明天会是好天气哦。按照个人喜好推荐新闻，全新体验。重大新闻及时推播，掌握新闻脉动。网络投票让你表达意见，重大议题整理让你一次看懂。扫描 QR Code， 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，随时看。